为了让自己所爱的人好好的活下去，再大的牺牲都是值得的。我喜欢到各地去游历，可以认识许多人。你的梦想也是成为大侠吗？在下林月如，还有哪个欠揍的要过来啊？砍招！惹火了本姑娘，就是这个下场。不服来战！哼，真没用！呆瓜小贼，比武招亲是我一时大意败给了你，这次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把一切事情都结束后，我带你四处游山玩水，一同吃遍天下真味，看遍人间美景。吃到了，玩到了，你还记得吗？